有怎么样的魔鬼式训练？现在印象最深刻的是舞蹈课，因为我从小都没有劈过腿，然后舞蹈课的第一课，他们就逼我们劈腿了，然后也不是慢慢的，一点一点劈，是直接他们坐在你后面，你对这个一个墙壁，然后直接推。你们那时候被吓到吗？现在这个是吓到，我真的吓到了，然后觉得哇，这里。 是没有 human rights， 是被逼的。我们真的是哭了，一直求他们说可以慢慢来，可以慢慢来吗？他们就不管，他们就说哦，这个是训练的方式，就每个练习生都要经过的。然后你第一次就劈多大了 ？All the way。 你在你 before 你本身是就大概多 flexy？ 不 flexible 的，一点都不行。嗯，最后你怎么收回来哈？ 收不回的嘞，就脚一直在抖，一直抖，一直抖，然后就慢慢的这样自己。对。